严浩翔不愧是女团舞种子选手，这一段对杨迪的模仿，就是杨迪自己也是惊讶到了。杨迪说：“这一段我也早就不演了呢。”哇，这个太像了，这个动作。这一段真的，我现在都不演了。哇，我这个视频11年前了，11年前。我自从模仿完杨迪老师之后，我现在完全已经没有偶像包袱了。